是罪，请你原谅我的，希望你以后出世会当出世较好命哩。今仔日是安怎？啊，拢无落雨，干那一直等雷公。是暗啊，我拄听哪拢还袂转来。阿爹，啊，你阿姐毋才转来啦？阿爹，你人咧艰苦是无？阿爹，你手哪摇倒？我要杀人。杀人？是安怎要杀人？啊！你要杀什么人？哎呦，我听信管老爷的话，想甲苏海林这样，已经判死刑。你怎会让人判死刑？后来，我听管爷内面讲无通哦，只要若是会当证明，真正死去迄个人毋是苏海林，那李家爷爷冤枉就会当洗清啊。所以，我拄才才走入洪沟的墓地，想要乌王出人头。阿爹，谁知啊？我去到迄个所在，遐过往的人，大家拢嘛熟悉，而且时间嘛唔对，这个办法根本就袂用的。后来我才想讲。这无人看到的所在，杀死这个查某人，然后将伊的头壳剁落来，安尼就会用啊！阿爹，你是不是已经杀死人啊？我杀到一个查某囡仔，不过伊一看到我这款样，就昏昏死死去啊！那个时阵，我心肝在了瘫痪。我都尿了。我太不来，我太不了去。爹，李少爷，我是爱安怎才当救你啦？我太不了去。我哪会安尼清清菜菜就将人杀死，然后将伊头壳剁落来？阿爹，你用足善良的，杀人的代志你要哪做会落？无唔对，
这人跟我无冤无仇，不管倒啊，我行起来几摆，我拢抬袂落去。所以，阿爹，玉清，阿爹，你做甚不义？你千万唔通怨叹阿爹哦。阿爹，你够冷静的。小姐，你莫走，你乖乖让阿爹将你头壳扑落来。阿爹，你给我剁头壳。因为阿爹在无安的时阵，就无当救李少爷出来。阿爹，阿爹。你是阿爹的乖孙子，阿爹绝对无让你痛苦，这样尔好。若是用我一条性命，会当换李少爷倒转来，我甘愿牺牲。阿爹，你动手。你是阿爹的乖查某囝，一个就过去啊，吼。阿娘，我真紧就会当甲你见面了。阿娘，你莫怪阿爹，阿爹伊足疼我，足照顾我，伊今仔日安尼做是不得已的。阿娘，我今麦要来去找你啊，吼。爹，我这么到底是你安怎样？我今日拿菜刀要提醒我家己的亲生查某，我咧敢是算人是？我咧敢是算人是？爹，爹，你可冷静嘞，可冷静嘞。母亲。你感觉安怎？阿爹嘛不知安怎安尼，有去甲你伤着啊无？无啦，阿爹，我无安怎啦？阿爹，你拄则要抬我，是不是要抬我头壳去灌去？就是，阿爹对不起你。拄则阿爹一定是叫魔神来拖去，才会对伊安尼。你原谅阿爹哦。阿爹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无怪你啊。除了提头家去关家以外，敢无其他的办法来信？无办法，拢无办法了，拢无办法了。你来吃，查某囝，甘愿牺牲？你这是做啥？我当为我家人牺牲，我甘愿你牺牲。都我好过啦。阿爹，你放过了我死。你放过了，放过了。阿爹，要记得，阿爹，我，阿爹拢知影，所有代志，咱不要紧，咱都好好来想办法，好。母亲，阿爹已经足疼你，我想办法去找。爹，你还没吃饭啊？我吃袂落去啊。安尼袂用的啦，爹。规工拢无食物件，家己一个咧房间，我甲叫阿母爱应我，一定是咧想李少爷的代志，才会拢无爱讲话。除了提头家去关家以外，敢无其他的办法来？无办法，
拢无办妥了，拢无办妥了。只有这个办法，才会当救出李少爷。既然如此，我只好安尼做。你困就去内面困，哪会伫咧遮困啊？我看你这查某囡仔足袂晓爱惜你家己的身体。玉珍啊，玉珍啊，玉珍啊，你哪安尼啊？你莫遐惊惊哦，玉珍啊，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啊，玉珍？玉珍啊！走开！你偷尿水，尿水哦！你来给吃。玉珍啊，你也做这代志啦啊！玉珍啊，你哪会做这代志啦？玉珍，你来去买金牙只看者，玉珍啊，你牙只看者啊，玉珍。阿爹，请原谅不孝的女儿，我先走啊。女儿受真苦，唯有这个办法，才会当让阿爹将李少爷救出来。也唯有这个办法，才会当让我替阿爹分忧解劳，请阿爹将我的头壳摕去关押，证明李少爷伊无杀人。李少爷是一个好人，也是女儿心目中深深爱慕的人。女儿生前会当替阿爹解除心中的负担，也会当为我心爱的人牺牲，我认为有价值。阿爹。我一直想要伫咧你的身躯边，有孝你，陪伴你。即马看起来，这个愿望是无法度通我达成。阿爹，查某囝离开你了后，请勿以我为念，请阿爹会好好保重家己的身体。如你在天之灵，一定会守护李少爷，守护阿爹你，不劳碌，玉珍。靠心，玉珍啊，我心肝惊，玉珍啊，你哪做这代志出来啊？爸爸在这人孤孤独独，这世界上有什么意思？你今仔是要怎去向你那里交代啊？玉珍啊！哪里真实，哪里真实呐！我知道。阿爸把你害死的，我这么有眼当替你做，就是替你完成你最后一个心愿。阿爹已经遵照你的意思，替你的头壳来救李少爷。玉珍，你不免惊的。等阿爹将李少爷救出来了，阿爹马上就会去陪你。可以，
你一个月要见本官是有什么代志？大人，可是我若是当证明，真正死去的迄个木头女尸，不是阮萧夫人，那安尼，阮李相爷伊是不是就无代志啊？听你口气，你敢那会当断定讲，迄个木头女尸并不是将人哦？是。那安尼，本官问你。迄个无头女尸到底是啥物人？我唔知影，也毋过我知影，真正死去迄个人，毋是阮少夫人，所以阮少爷伊绝对无杀人。请大人，你帮阮少爷倒转去好。你敢有啥物证据会当证明你所讲的话？迄个死者头壳。我已经找到了。长官，来，准备押台过来。是。根本就不是死者本身的。爱情梦惊苦涩人，真情无底藏，转转。你来一看我，我看人生冷暖世界。大人啊，这摆已经证明讲，那死去的不是阮少夫人，那是阮二少爷，伊就无罪啊。想到你要搁抓我嘞哈！你好袂讲，这年头根本就不是死者本身嘞。可以，文官阁问你一解，这茶箱内底人到底是啥？茶箱这人头，确实是进前死伫阮美家门下口的，这死者的人头。可以，你莫胡白讲，你莫胡白讲，就想讲文官会相信你。但本官处理好李林盖案件了，我来好好甲你审问。大人啊，走一走，请。大人啊，我弄啦，我弄啦，大人啊。大人，有啥你会使才肯定？可以所在的案头，不是那名无头的女尸嘞？安怎，江捕头，你对我有意见啥？小汉唔敢。哼，大人。啊，这是要安怎处理的？你想要安怎处理，就安怎处理。切，气死我！我青天大老爷，到底又搁发生什么天大地大的代志？让你这么的油头革命，敢有需要我替大人你分忧解劳？哎，不管天大地大，我的心肝，你在我心目中，你就是上重要的啊。嗯，大人，你讲白菜，你答应我的代志，我也要办好，你叫我要安怎？相信你嘞，我的心肝，你安尼讲，就代代甲我误会啊，对不？你嘛知，伫共同之上有真多代志，是无法度顺顺利利的办啊。本官无法度判罪，这嘛不是我愿意的啊。嗯，对啦，就摕咱两个关系来讲。何文某发现了后，迄个小查某对你是搁拍搁甲你骂，我是一直甲你保护，无让你受到半点的伤害哦。甚至讲最后我搁抬死。啊，不过
像安尼，咪伫遮，唔通出家日子，到底我过要恁来偌久啊？啊，你放心，袂足久的，只要你人家死去了后，阮什么代志拢会当做。看秋。